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呢，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他让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艺术和传统的戏曲加以时尚的方式来进行包装，呈现在舞台上。他在舞台上可以说是风华绝代，就一个字形容他，就是这么美，风情万种。大家都能猜出来他是谁，是吧？对吧？哎，他呢，不仅仅在追求自己的艺术，同时也在履行一个青年美人的社会责任。所以今天他特意来到现场，要给大家来带来一个表演。哎呀，我们迫不及待的赶紧请出他来，我们一起有请，哎，女方有请。落寞，来，有请李刚。有请
为大家演出真的很幸福，也感觉非常好。我有一首歌，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我先唱几句，如果大家熟悉还是给我一点表示好不好？我先清唱那么几句。爱很久完整的唱给大家，如果大家会唱就和我一起来唱好不好？
谢，一张留步。哇，还有任务，坚决完成任务。那必须的，再唱八首。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有请吕刚同志代表共青团中央，代表全国青年志愿者艺术团，有请十位进京务工青年但今年春节不能回家的代表上台，给他们送上大礼包。有请，有请。谢谢，就你们这聪明的，我们